真叫本来地的我，无顾一切用生命去伴。原来我只是你的配角，无能力改写剧情的变化。情的世界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？心碎的想无要留好伤，剧情无奈甲心痛，就由我来收线，就到这。我不想耽误你，我们就到此。就够呛。